大家好，欢迎再次回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是 Part 7，可是我今天不会做 Mission，会做一个特别策划。今天的策划呢，就是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个小游戏，那就是赌博的东西了。今天我们就会来玩这个小游戏。第一个是老虎机，这里老虎机想必大家都会玩啊，不用教。加注50块，每局我会玩3次。然后777，没有中，再转。赢到50块，可是我刚刚我已经配了100块了。没有中，OK，下一个。下一个呢就是什么呢？看看，下一个就是21点，21点呢就是你的牌数要到21，最多只可以是如果21过的话就是输。看完17点，如果我现在补牌的话，我很大机会输，所以我不要补牌。我输了，因为他21点大过。如果我大过超过10点的话呢？我补牌。21点如果他也是21点的话，我们就平手。他小过我或者八五的话，就我赢。我赢21点，来。9点，那29点爆牌输了，好啊，下一个就是那个机器啊，什么电子俊赫，它每一个都写低风险，其实每个风险都很高。OK，现在来讲解，你要到同花顺就可以注100，如果你同花顺就可以拿5000。你们看啊，同花顺呢，就是你的花色要一样，然后要号码要顺着。4张呢，就是你那个号码要有4个样，比如四个 K、四个 J、四个 A、四个二，可是花色不需要样。葫芦呢，就是3个点数一样，然后加2个点数一样，可是花色不需要样。同花呢，就是5个的花色都一样。比如星星啊，love 啊，顺子呢就是顺序啊，叫 A 2 3 4 5 6，可是那个花色不用一样。3张呢就是3张，就是那个点数一样，花色也不用一样。2对呢就是两个点数的一样，两对点数一样，可是花色也是不用一样。我来试一下。23A6，23A4，发牌八，再玩多一次，J 2 9 8 3 9 8 3，是可是没事，23啊，2对，2个2，还有2个3，是花色不一样。9J2，这个656吧，没有，4A，456，看看，23456顺子23456，可是花色不一样。好了，我视频。